真的。Hello，Hello 啊！2019年嘅6月15号，各位漫迷早晨啊！咁就欢迎嚟到今日嘅漫迷早晨节目。咁咧，今日嘅节目咧系有一个特别嘉宾嘅。咁呢位嘉宾咧就喺漫迷早晨咧就出现过好多次噶啦。咁佢嘅身份咧亦都系非常之特别嘅。咁今日嚟到咧，亦都系有啲特别嘅要做嘅。咁啊，等我介绍咗个嘉宾出嚟先。尚卓兄你好，你好，你好，各位。系啦，咁啊，信卓兄，我谂喺漫迷早晨睇嘅朋友都唔会太过生外啦，即系咁啊，佢亦都系啦。讲真啦，今次第一次，唔系今次唔系第一次，今次讲定先啦。嗱，如果万一有咩新朋友，嗱，信卓咧系利物浦球迷嚟嘅，但系佢亦都系好熟曼联，同埋咧好多时咧都上过嚟做嘉宾，亦都系咧讲好多啊，同我哋评论好多曼联嘅嘢嘅。我个人咧就觉得佢讲嘅嘢咧都相当中肯嘅。OK。咁啊 ，make sure 大家清楚晒先。好啦，咁啊，今日上嚟我都话啦，佢上嚟一个特别嘅身份啦，就系利物浦球迷。做啲特别嘅嘢，就系特咩特别嘅嘢咧？就系话咧，我哋啱啱呢个月啦，就正式咧就漫迷早晨咧开始做节目咧，就2个月嘅。咁而家大家画面见到咧，就系我当两周年，系啦，两周年。sorry， 嗱，好在有信卓提点啫。系，如果2个月做一次，我哋都做咗好多次啦。anyway， 好，咁啊2周年，咁咧就大家见到啦，正式第一日第一集咧，正式嚟讲咧就系2017年嘅6月27号噶，大家喺画面就见到噶啦。咁咧亦都咧嗱，画面右手边我而家个 mouse 去到嗰度啦，就系我哋以前啊有啲比较真系早听嘅曼联球迷咧，或者其他嘅观众咧，我哋嗰时有个好出名嘅绿色三架咧，就喺呢度出现咗噶啦。我嗰时咧系用个三架嚟 hold 住支麦嘅。信卓嗰时你都未听喎，咁样绿色三架你听未啊？系啦，未啊，即系我要到系2017年，睇下先2017至2018年嘅下半季先开始听。系啦，嗰时已经冇用三架啦，嗰时已经冇用三架。OK， 咁所以咧今次咧就系咁嘅，就阿信卓咧就好好，佢话咧嗱，由于佢都即系喺度睇咗好耐啦，咁佢都话啦，既然我哋漫迷早晨两周年，佢都想讲少少感受，亦都讲下近期嘅事啦，咁样即系我哋即系近期曼联啊嘅情况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就咁嗱，今日咧就第一集系讲关于呢个两周年啦，咁亦都欢迎啊其他嘅朋友，如果你哋都有啲嘢，即系可能都。未必個個睇足兩年嘅，好老實講，我都明白，因為初初冇乜人睇嘅，好老實講。咁咧就你哋都有啲感受想講下，或者就係想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你睇咗《漫迷早晨》呢個節目嘅感受咧，我哋都可以約時間嘅。不過大家都明白啦嚇，呢段時間咧我哋係放緊，即係我啦係放緊暑假，同埋咧我嚟緊咧都會有啲時間就未必喺香港。咁約嗰度可能難少少，但係唔緊要㗎嚇。即管如果大家都有啲感受想講下嘅，咁都可以約大巴，咁我哋都可以做翻一集，咁其他嘅朋友都可以歡迎嘅。咁啊，由於信卓兄咧係第一個即係諗起呢個諗法啦，咁所以咧佢就會係成為我哋呢個兩週年嘅即係第一集嘅嘉賓啊，咁亦都佢都即係作為一個特別嘅身份啦，一個利物浦嘅球迷，講下佢喺漫迷早晨嘅一啲感受係咪啊？信卓兄，咁啊將個波交俾你講下先。我其實就感受我已經講過，因為第一次我諗住其實係想收下風嘅啫喎，即係初初嚟聽嗰陣時啊嘛，係嘛？系啊，因为啱啱撞正呢个双红会嘛。哦，系嗰时嘅，原来系。O K。我嚟收下风嘅啫。啊，咁啊收唔到风，但系可能失望系咪？收到风，收到风，哦、但系收到风都冇乜用啊！嗰场都系输啊。嗯。哦，系咪我哋赢2-1嗰场啊？福仔嗰球。系。O K。咁但系之后啊，点解继续听咧？收完风之后。收完风之后，咪觉得呢个节目哎。呢、這個節目都有真係有啲唔同喎。點唔同咧？即係嗱，應該咁講，你平時都有聽開一啲足球嘅節目係嘛？喺好多添，係嘛？反曼我都有聽添。哦，反曼你都知啊？反曼就冇做好耐啦，已經好似。反曼大聯盟，我依家同你講下呢個節目啊。佢點解冇做嘅原因，我研究到個原因點解啦？哦，係咩？哦，點解咧？唔係我講咗個感受先。好好好。咁啊，系你哋呢个节目就几开放式，嗯，因为人人都可以讲嘢，人人都可以，系噶，即系我哋嚟讲下嘢，嗯，系啊，系咯，
哦，尤其是你嗰陣時聽咧，我哋已經做翻咁上下時候咧，咁開始有啲嘉賓會即係加入參與咯。因為初初就冇嘅，因為講真，一來係少人聽啦，二來就都唔知你做乜鬼嘢，係嘛？咁啊後尾搞下搞下多咗人聽，同埋即係多咗朋友覺得，咦？因為我都成日講嘅，其實我好想聽多啲唔同嘅意見啊嘛。咁啊，即係開始有啲朋友開始啊試下啦咁樣咯，係嘛？你聽嗰陣時已經有嘉賓㗎啦，係嘛？開始。有噶啦，因为高手在民间啊嘛，嗯所以民嗯，间系有好多高手嘅，好似我同意同意，Danny 兄啊，咪小龙兄啊，嗰啲系成日上系，，OK，咁所以就觉得都继续听落去咁样样。即系比较亲民啲咯，其他嗰啲节目就唔系好亲民嘅啫。哦，即系你其他嗰啲就系嗰个主持人觉得即系会讲比较多啲啦，系咪咁嘅意思啊？系啊，佢哋嗰啲主持都好专家噶，嗰啲。系，同意同意。咁啊，我呢个都系我哋节目嘅特色嚟嘅，就系主持人其实就本身就唔系太过专家嘅，呢个系事实噶，我承认都唔系，你都越嚟越专家啦，你都。嘅。千祈唔好咁讲，唔系我都系嗰句啦。其实我成日坚持一样嘢嘅，其实我觉得咧，每一个球迷，嗱呢个就唔系就系曼联球迷嘅，每一个球迷咧都有自己一啲特长嘅，我相信。咁亦都系我做呢个节目就系好想咧，就令到大家嘅专长咧都可以同其他嘅朋友分享。咁呢個就係真係好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嘅，我覺得喺呢個節目裏邊，因為即我系都你乜嘢都有，有系嘛？係啊，同埋我都學咗，我自己都學咗好多嘢。你講，其實你一定程度上我認同你嘅，我對曼聯嘅認識做咗呢2年節目，都絕對係一定深咗。同埋就算譬如而家嗱，我哋而家呢段時間成日講轉會啊嗰啲啊，好多時我睇轉會嘅方式咧，都係受咗好多高手嘅影響。咁同埋咧。非常之開心。頭先咧開麥之前，阿信卓都話：，哇！啲新聞我哋都未，即係佢都未，即係信卓都成日跟新聞，但係未必跟到我哋咁快。其實我想話俾大家聽，點解我哋咁快呢？就係因為咧，實在有好多朋友喺背後幫手，每個人亦都有佢哋好特別嘅，或者好即係專長系啊，嘅方法去跟一啲轉會新聞，咁所以先至可以聚集到咁多咯啊！系，因为新闻嗰啲，我哋所谓新闻，但系有啲人就真系好快噶嘛，係一啊！发生即知咯。有啲好人就犀利，系慢，好似我呢啲咁样，真系变咗旧闻，我哋先知噶。系 啊，咁咪仲有一样嘢，啲新闻你睇咗之后咧，我哋都成日讲啊，要识分啊嘛，系嘛？有啲啊真系哇作到离晒谱嘅，我哋都唔使睇嘅。有啲啊真系，咦，可能可信。咁呢一样嘢我都真系喺呢2年里边咧学咗好多好多。系啊，因为新闻嘅有阵时要过滤下噶。系啊，咁同埋我哋有啲高手咧，我可以講啦，即係佢哋咧係第一，有一班高手咧就喺我哋青訓嗰度咧好勁好勁，消息好快，即係講緊收購一啲年青嘅球員啊，即係未上一隊嗰啲咧，佢哋都好快嘅。即系第二，我哋普通人系基本上都唔会知噶啦。係啊係啊，咁講真啦，喂講真，嗱我又冇，大家都知啦。大家上嚟做嘉賓呢，我唔會問你背景噶嘛，我真係唔知道。我成日講話，究竟係咪真係有啲人喺卡靈頓裏邊做呢？我都真係唔知。嗰陣，甚至乎會唔會有啲中國人嘅球探呢？真係唔知啊！呢啲真係。咁就不过係球咯。探问题就系话佢，其实点解我其实都好欣赏曼联咧？有一个原因，因點为講？你喺现代足球已经好少话用，譬如99年咁样，佢系用年轻球员做骨干啊嘛，系啊，即系九二毕业班啦，都系即系骨干就用系、年轻球员做骨干啊嘛，其是，实喺。芸芸嘅足球歷史裏邊，都唔係好多隊球隊得嘅啫。系譬啊，如我哋，阿積士就算係半隊啦，因為佢根本係一家 selling club 嚟嘅冇错冇错，，selling club 嚟嘅嘛。系，如果大會咧，就係而家除咗你哋就係巴塞啦。其實皇馬都唔係嘅啦，皇馬都唔係嘅啦。佢哋都曾經想 keep 住呢一樣嘢嘅，咁但係但都係越嚟越難。越嚟越難啊！因為所以而家我點解咁唔中意而家巴塞嘅領隊咧？因為佢其實真係唔係好重視呢樣嘢啊。係啊，係啊，其實而家巴塞嚟講咧，都有成5年以上係冇乜青訓，係喺一隊可以揾到一個正選位置借晒出去咯，有幾個幾好嘅，咯。譬咁如好你？似係古利拿，你聽過未啊？借咗去呢個艾爾巴嘅。听过，佢话呢个球员咧，原来佢仲犀利过古天奴嘅，佢嘅评价系啊，但系佢系借走咗。
即係而家你未來兩三年可能巴塞仲係好犀利嘅，但係而家都好難講啦。其實就真係唔知點啦。既然你講，我問你一個問題啊。如果巴塞冇咗美斯，我哋今年都見過啦。即係我睇得少啦，但係我都即係有聽新聞啊，或者完全唔得啊。係咯，嚇！而家其實都好似有少少單天保至尊嘅感覺。其實佢好多嗱，其實好多西班牙杯咧，譬如佢作客咧，佢係唔用美斯噶，唔帶去添個直情。係咯。但你用一冇咗美斯咧，佢哋唔掂噶啦。但你要記住，佢哋前線仲有古天奴啊、丹比利啊、馬琴呢啲人噶喎、有少少慣性咯，可以叫做我諗。但係都價值唔少噶喎、哦。係啊，但係佢哋即刻對住越早，佢哋對住啲弱隊，佢哋都可以輸噶。結果要辛辛苦苦翻到嚟主場先至。不過呢個都唔係今年噶啦，經常都係咁啊，就喺足喺西班牙杯嚟講。自從華為迪上一年咁、okay, 樣，所以你仲問我華為迪係咪好教練喎？直情係傻仔嚟。我問過咩？我真係唔記得喎。我擔劍客嗰度你問過你，你話華為迪係咩教練咯？啊 ，OK 係好嗱，所以真係啦，講記性啊，唔夠信俊興噶啦，呢個一定。喂，咁講翻嗱，我哋曼聯的而且確係嘅，因為我哋暫時咧都喺保持一個紀錄噶嘛，係唔知哇，講真啦，我都唔記得咗幾多場啦。都仲係有青訓，我哋自己青訓嘅球員喺上陣㗎嘛，咁一路都 keep 到嘅。咁我就唔知係咪喺歐洲算係一個紀錄啦，但係喺英格蘭嚟講就肯定係保持住最長嘅紀錄㗎啦。呢個就喺我記得係有一次節目都講過嘅。你用年青球員嚟做骨幹而可以攞到歐洲冠軍喎、啊。係啊，嗰個情況就更加係好特別啦，係啦，絕對係。雖然我哋攞到六次啫，但係都冇一次係。啊！不经意地都要攞嚟讲下嘅吓，就我哋出到唔系打啦，系年青球员。虽然我哋出到，但系都唔系话可以去到做骨干嗰个地步嘛。嗯嗯，即系只不过个别位置有阵时候我哋用啲青训啫嘛。啊，但你唔系、啊，你成个 form 可以用年青球员，即系譬如你九，企嗱老实。前94年嗰时候，你已经卖走咗好多当时嘅主力啊，因为当时系费格逊都受好大压力啦，我谂你大家都会记得噶啦，一定。你哋嘅名宿啊 ，Alan Hansen 啊嘛，即系阿汉神，曾经讲过 ，You can't win trophy with kids 啊嘛，你记唔记得？你一定记得啦，即系唔可以用细路仔嚟赢奖杯啊。所以呢条友都真系正人。喂喂，小心黄牌啊！O.K. 系啦，唔系呢个咧，你大家都记，即系我谂好多。我将洗一底未啊？话时话听唔到。我将黄牌洗一底未啊？洗咗啦，洗咗啦，好耐啦，你张黄牌。哦，咁即系可以仲有一次机会。你咁样搞嘢啊？唉，anyway， 我当然我明白，信俊兴系讲下笑啦，轻松下啦。嗱，咁我又讲翻一样嘢啦，嗱，好明显啦，我哋经过呢几年之后啦，亦都需要去，即系讲真啦，讲重建呢个字咧，已经讲过几次噶啦，其实。咁但係咧，又係即係再嚟啊，做一次啦。咁今次嚟講咧，即係當然啦。其實咧，牌面上嚟睇咧，就未必係咁有一個成功率啊。可能係呢幾年嚟講，牌面上睇咧係最細嘅。講真，因為你講嗰、那個我哋呢幾年嘅短處啊，都仍然大部分都仲喺度。咁再加上嚇、啊，真係叫做第一次用一個經驗最淺的領隊蘇斯克查，當然有個相反的意，即係相反嘅方向的想法，就是話佢係名宿啦，同埋佢嘅諗法係，即係大家都感覺上佢係師承費格遜啦，但係實際上係有幾多咧，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嘅。我成日都講，咁但係咧就都會延續翻用年青球員嘅。咁啊，順翠你都可以講，你作為一個即係叫做非曼聯球迷，你點睇呢個咁嘅形勢咧？可以有進步空間咯，嚇、啊！啲客就可以有進步空間。哦，咁呢個一定啦，呢、這個一定啦，嚇！同埋其實係你其實個佢就算教莫迪嘅時候都係，係點樣咧？係一個幾保守嘅教練嚟。嗱，我就冇睇過莫迪踢嘅波嘅。你邊度聽？即係你點樣有呢個印象咧？我想聽下喎。因為我都係聽啲網台節目係佢哋咁講。咁、你講下有啲咩論點？因為我聽嗱，大家都知啦，你聽中文多噶啦，係嘛？即係網台節目，我啊聽英文多嘅，所以咧嗱，即管睇下中文嘅網台同英文嘅即係網台究竟講嘅係點樣。咁啊，請你講下。人
觀感啫。其實佢話佢莫迪嘅時候，佢都係一個好保守嘅教練。唔係有冇啲咩論據啊？即係純粹就咁講啫。係啊，純粹就係咁講啫。哦，咁樣。因為佢其實睇過佢喺莫迪嘅時候誒點樣搞噶，莫迪係點樣踢噶。嗯。啊，其實佢係一個多啲保守下嘅教練嚟嘅。O K， 嗱，咁呢個就係即係。即係譬如投嗰幾場佢贏得，因為佢係對弱隊嘛。哦，你講緊曼聯啫，我講緊即係唔係嗱，老實嗱，信出我咁講點樣咧？一去到對熱刺，佢覺得佢自己冇把握贏啦，咁佢就會縮翻後噶啦。嗯，嗱，呢個係曼聯時代啦，我講緊，因為我頭先我以為你聽咗一啲佢喺穆迪時代嘅嘢，我就想聽。唔係，即係佢穆迪個風格一樣係會帶到落嚟噶，佢係同一個領隊啫嘛。唔係，但係問題係你聽到嘅資訊唔係佢帶莫迪嘅資訊啊嘛。咁你聽唔聽？你想唔想聽下我聽到翻嚟佢帶莫迪嘅時候做啲乜嘢啊？點樣㗎？就係我以為係啦。OK， 咁等我講啦。咁啊就係咁嘅。嗱，佢咧，如果我喺英文嗰度聽翻嚟啦，即係一啲 BBC 啊或者 ESPN 嗰啲聽翻嚟咧，就係咁。佢莫迪佢初初去到嘅時候咧，就係一個中下游球隊嚟嘅莫迪。OK。咁佢去到之後咧，就做咗一啲變化啦。咁咧，初初成功嘅地方咧，都係做防反嘅。係啊，係啦。但係咧，佢亦都曾經咧就嘗試過，即係當佢哋即係慢慢掌握咗成功之後咧，就慢慢咧去即係嘗試做多啲即係非防反或者叫進攻少少嘅打法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喺莫迪嚟講，佢都係搞兩三年，係未知啊。是未完成的 ,ok? 是未完成。咁但係呢正正就係话有啲即係消息就话睇过佢教波或者有啲片段啦 ,YouTube 片都有就话佢教波啦咁样。咁就话呢佢教波呢都好呢係偏向教前锋多嘅。同埋呢有一段最出名嘅片呢我唔知道中文嗰啲媒即係嗰啲网台有冇讲啦。就係、是、呢佢教前锋嘅时候呢嗰啲前锋呢冇射到门。佢就咧不停叫啲球員射門、射門、射門、射門咁樣樣嘅。咁我聽英文嘅媒體翻嚟咧，就係、是、得到啲咁嘅資訊啦。關於佢教穆迪嗰個時代就係咁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根據我聽到翻嚟咧，其實佢個起家咧都係打防反嘅，因為佢轉型嘅時候就未正式轉型到。因為點解咧？其實穆迪當時都係要轉型嘅，因為咧佢哋慢慢變成叫做強隊啦嘛，因為又攞到啲嗰、那個挪威嘅足總杯啊，亦都有攞贏過聯賽啦。咁所以咧，佢哋都係要將個球隊轉型。咁但係咧，就未叫做完全轉型咧，佢就過咗嚟啦。所以個情況就係咁嘅。因為莫迪喺挪威嗰邊都應該係屬於比較受班霸嘅。唔係㗎，唔係㗎，唔係㗎，呢個就絕對係錯嘅。唔係啊，佢本身係中下游球隊嚟嘅。阿蘇斯察翻去之前，係蘇斯察帶領佢哋做咗班霸嘅。而家都其實都唔知道叫做霸唔霸啦，即係贏呢幾屆打得比較好咯。系啊，所以有时我就话，点解要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就系咁解啦。即系有好多超我都有球队喎，其实嗰边我都吓、啊、听唔到 ，sorry。因为真系完全冇机会睇到啊。冇错啊，冇错啊。所以我哋呢个节目点解真系好有心，你刻意上去搵啲网、搵啲 link 啊、搵啲网站嚟睇。唔系、啊，所以点解我哋我哋呢个节目点解咁正就系咁解咯。嗱，好似而家咁样情况，你就听咗一啲中文嘅网台讲，我就听一啲英文嘅台讲。咁我哋合埋一齊，咪比較上一個比較上整體啲嘅睇法咯，即係睇到唔同嘅角度咯。呢、這個就係、是，所以咧有時啲朋友咧，會 forward 一啲 link 話，喂呢、這個正啊，大家睇睇睇咁樣樣。我有時間我都會睇嘅，老實。但係我覺得我哋呢個台咧最精髓、最正嘅地方就係、是、大家都唔睇，睇啲唔同嘅嘢，但係集合埋一齊就係呢個漫迷早晨最強嘅地方咯。如果你問我。好，繼續。即係佢一個半個人嘅意見咯。系啊，冇错。唔系，同埋咧，嗱，老实，大家都系好多时，当然有自己睇信息嘅渠道啦。但系大脑嘅嘢，大家都会睇到噶嘛。即系譬如我哋喺香港，系嘛，我哋主要好多人都系睇中文嘅媒体、中文嘅网台，咁会有一个点讲啊？会有一个角度嘅。咁但系佢你睇翻英文，甚至乎讲真啦，如果有啲朋友识啊，挪威文啊，或者法文啊、德文啊，我都鼓励佢哋即系话啲消息俾我哋听添啊。因為又睇下法國啊、德國嘅角度咧，我覺得係好正。不過暫時未有，暫時未有呢啲朋友。如果有就正啦。
咁樣咯，咁所以睇嘢係睇唔同啦。咁而家譬如信春英，你都聽到就係話啊，原來英文嘅媒體係咁睇蘇斯一查過喺穆迪嗰，即係咁樣去評論佢喺穆迪嗰段時間嘅功勞啦，或者功過又好啦，咁樣咯。好啦，咁計喂，咁講翻先，你覺得係嗱，你聽翻嚟就係話，即係根據你之前嘅信息啦嚇，就係話佢都係一個比較上保守。咁即係都係一個。其实你又调翻转头嚟讲，其实佢即系话佢都系想做到系有两套战术咯，对强队系一套，对弱队系一套。呢个我同意嘅，吓呢个喺譬如佢喺曼联呢半年咧，我都感觉到有呢一样嘢嘅。系啊，你对你嗱，譬如你对强队，嗯，咁你其实保守啲又好正常，因为强队又唔系嘢少噶嘛。系啊，高普今年都系咁做啊，系咪先？高普今年都系咁做啊。高普直情系啦，有时唉，真系。系呢条友都今日唔好讲佢咁多先，唔系系一讲起，可能你就有机会攞黄牌。好，我哋唔讲，系好，继续讲翻苏斯一查先。嗱，咁其实如果发展落去进步下咧，都唔系啦，嗯，都系会咁但系嗱，你睇咗嗱，讲真，我哋唔好讲佢目的啦，因为始终大家都睇得少。佢打咗呢半年嚟讲，我想问你一样嘢啦。佢你睇佢打强队。喂 ，sorry， 唔系，我想问啊，你睇佢打弱队嗰啲伎俩或者嗰啲咁嘅打法，你会有咩评价咧？睇咁多场啦，你拉匀晒嘅，唔系就系讲赢或者唔系就系讲输。弱队主攻嗰度，其实佢初真系几好咯，系，但后来唔知点解佢哋变咗，系我都其实我尾段嘅表现我都唔知佢点解会变成咁样。以你嘅睇法咧？是班球员的表现令到这样啊，定是说他在战术上高有些东西转了呢？你觉得战术上面都还是变化少一点，一被人看到之后，譬如你那个气势一弱了之后，输、哦、其实他输阿仙奴那里呢、嗯、我真的估不到的、嗯、但是那场就是一个那场就是一个 很关键的位置、嗯、他失惊无神被人一棍勾下来，嗰陣時個氣勢仲係好好啱贏 PSG 啊嘛，係嚇。喂，但係呢個又係另外一樣嘢咯，即係一個球員心態上咧，係我自己覺得係有影響嘅。就係贏完一場咁特別嘅比賽咧，跟住幾日啫嘛，好似嘛，應該冇一個禮拜係嘛，幾日就係對阿仙奴啊嘛。連隨就即刻輸咗場阿仙奴。係啦，唔係即我講係好短時，即係幾日時間之內啊嘛。咁呢個球員心態上係可能真係有個壞嘅影響嘅，其實是極之關鍵的影響、啊、因為那你那時你整隊球是上下一心的嘛，是情緒啊氣勢啊什麼都處於最高位的時候，是但是就可能亦都有心態上有少少就仍然都停留在那場球走不掉了，即是有時說如果用即我不識我沒有拍過戲，但有時聽人家說拍戲就說抽離不到那場的角色所以就影響了，即是始終都是有啲影響咗，就結果一正所謂你好似你所講啦，嗰、那個情緒喺極具興奮嘅時候，突然間一棍摳落嚟咧，嗰、那個負面嘅影響咧係超級超級大嘅變咗。同埋你嗰場你嗰段時間嘅傷兵真係多嘅。係啦，呢、這個亦都你講得好。真係多嘅。係。咁所以如果你嗰一場你完全你無論體能啊、心態啊，全部喺 CS 嗰場都谷曬出嚟。喂，咁嗱，想問你一樣嘢啦。嗰場嘅時候有少少真係好似咁我想問你啦，咩情緒而導致係咁樣樣嘅？係啊，咪就係情緒過分嘅起伏咯。嗱，因為其實咧講真，如果你即係作為一個足球員咧，你個情緒過分上或者過分落咧，我覺得啦都係會有個影響嘅。因為其實你足球員都係一定程度上係需要冷靜嘅嘛，喺場上高應該咁講，大部分時間需要冷靜，但係某一啲時間就需要激情。所以我话你，其实你激情是一个，你其实激情是一个条件，但是你最高境界的足球都是不温不火。当然啦，当然啦，是啊，冇错。任何情况之下，无论你的状，你嗰个战局是几胶几胶着咧，你都是保持翻同一个心态，你去执行一场，执行你的战术同埋。嗱，咁所以我自己最好嘅咯。啊，我。聽完你講啦，同埋我自己都係有個即係類似嘅諗法，就係話其實蘇斯克查咧嗰個布陣方面啦，或者用人方面咧，其實就
唔係太大變嘅。就算係贏緊好多場或者輸緊好多場嘅時候咧，其實個變化唔係太大，因為其實講真啦，以一個咁短嘅時間嚟講，你能夠變嘅亦都有限嘅。咁但係咧，有嗰個打得好好嗰段，同埋打得好差嗰段咧之後，其實就係有一啲叫做蘇斯克查控制唔到嘅一啲因素變化咗。咁所以咧，令到咧個球隊咧就係話，嗰個表現上咧嗰個反差可以咁大。咁再加上啦，仲有一樣嘢啦，就係話蘇斯克查始終都唔係一個好有經驗嘅。佢有經驗㗎，我唔話佢冇。不過唔係一個超級好有經驗嘅，起碼未教過大會。係啦，大會同埋主流聯賽嘅教練。係啦，咁所以咧，佢喺呢一方面嘅處理咧，佢未有顯示到呢個功力咧。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就算比我們之前的摩連奴或者之前的雲高爾，他們都未必做到，因為始終在曼聯裡面，又或者說不是就是曼聯，在現今足球裡面呢，怎樣去處理球員的情緒和怎樣去跟球員溝通呢，是真的非常之高深的一個藝術來的，尤其是在曼聯或者其他大球會更加難的。同埋蘇帥，我都仲發現到有兩樣嘢。係點樣？點樣？但係變化唔夠多喎。你講戰術上係啦，冇錯。變嗱、對巴塞，其實落後緊啊，任何情況之下都係，其實都係轉人不轉陣喎，都係位換位嘅啫喎。即係都唔會改到個狀況。嗱，此其一。其二就係話你逼搶嗰度啦。佢都係未練成啊。未練成，你逼搶咧，最主要就係話你一個球員去逼啊嘛，係一個球員遮線啊，一個球員你 mark 人啊嘛，你呢三步呢三樣嘢一定要，其實佢都係未練，即係整體佢都未練成啊。有陣時你起碼最低消費都要三個人啊嘛，譬如你曼聯同埋我哋都係成隊人去逼噶嘛，佢其實佢都係成隊人去逼噶喎，大問題，佢呢三樣嘢嘅分工咧就唔係好清晰啦。但係個問題都係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個時間問題啦。即係佢季中先至 pick up 啦，即係季中先嚟啦。咁變咗你就算我當你一個好有經驗即係嘅領隊啊，要咁短時間將一盤散沙啦，我諗我咁講，大家都唔會太過反對啦。去變翻做一啲有意識地去做嘅逼搶咧，其實本身已經一個高難度動作啦。佢好啦，因為有陣時佢就好多人去逼，但係就冇人做遮線啊、mark人嗰啲噶。係啊，咁甚至乎你我諗冇走去遮線，冇人走去逼。唔係你咁講，我都覺得係客氣噶啦。講真，係我自己覺得，就算我身為曼聯球迷，我都係覺得佢哋嘅逼搶其實就好原始啊，即係純粹用一啲不適嘅氣力。去走多一步，去做盡一啲，同埋當時初嗰陣時咧，就大家一託你話齋啦，一條心去做而做到嘅。但係你話策略啊，或者一個即係合作性上高咧，其實就一路都係爭啲。咁我覺得真係可以理解嘅，因為冇練過嘛，成即係之前嗰半季都冇乜點練過嘛。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同意嘅。但係所以我一路都講㗎啦，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希望大家記得。蘇斯克查嚟咗，無論係贏得好勁或者輸得好勁，我自己情緒上都係上上落落嘅時候。但係當我喺一個正常嘅狀態啦，情緒上係一個正常狀態，我成日都講㗎啦，就話任何即係點都好，蘇斯克查有好多嘢我哋係未睇到，有好多嘅做一個領隊嘅條件或者佢嗰個才能咧，係將會我哋嚟緊呢一季先有機會睇到，我哋根本睇唔到嘅當時。我都幾揸呢一樣嘢，我揸得幾緊嘅。雖然有時我情緒起伏咧，就可能冇講或者即係講咗，即係或者做咗一啲嘢，大家誤會咗，我未必係咁諗。但係事實上，我一路都即係揸得好緊，就係話真係睇唔到，要睇，要知，要慢慢去睇。咁我覺得就係話第一就睇今年嗰、那個而家呢個暑假嘅收購究竟係點樣啦。第二就係話，無論暑假收購係點樣，嚟緊呢一季嘅頭嗰幾個月都係考牌㗎啦。阿蘇斯一查。但系咧就真系唔知叫做好彩定唔好彩啦！第一場啊，對住最車仔啊，真係一嚟就整個大事大考俾你先。其實車仔真係你哋機會好大啊！
嗱，我就唔讲呢一样嘢嘅，我啊惊嘅，因为佢等你因为佢三日后就要佢三日后就要对住我哋噶啦。系啊，因为嗰个叫做 Super Cup 啊，即系个超级杯系啦。系啊。嗱，咁啊，佢三日后要对住我哋噶啦，所以其实佢应该系未必会用尽全力喎。嗯。咁同埋即系阿夏世三又走咗啦，真系正式。沙里又预备走啦沙里又走埋真系，我都唔知佢哋点搞啦。系啊，我哋唔讲啦，我哋有机会先再评论啦。呢、這个就吓，不过如果讲乱咧，我谂我哋两间会咧都算咗系呢半年嚟讲都系风风雨雨噶啦。讲真，系啊，因为车仔个内部俾你哋，其实同佢个内部同你哋都系差唔多。我哋个内部都唔好得好多啊，老实讲，因为已经讲咗话唔请。其实我都系嗱，讲真，我都系预计咗噶啦，今个夏季系请唔到。呢样嘢系咪俾我估中啊？乜嘢？拖多下就系呢个结果噶啦。你个足球总监啊嘛？系咯。我同你一样谂法噶，系啊，冇错。佢系拖字诀，嗱拖下就会形成呢个结果噶啦。系啊。所以活华达，我一间有几个方法可以处理到。不如你而家讲啦，我想听啊，真系。嗱，有上策、中策同埋下策。系点样样？上策就好似你哋所讲啦，不过系冇可能，而家就冇可能就系请个足球总监，要佢交翻个权力出嚟啦。系我哋嘅良好意愿啦，我哋系最乐观嘅万迷平台啊嘛，系啦。所以呢个咪就系上策啦，冇乜可能。系。至于讲个下策咧，我唔知道你肯唔肯就系。系啊。就系出年如果你冇欧联踢，出年嗱今年你如果你打到第十啊，出年冇欧联啊，甚至连欧霸都冇咧。系。佢就肯定人头落地噶，即系车仔早两年嘅情况咯，啱唔啱啊？系啊，因为点解咧？佢哋嗱，你曼联而家，因为我嗱，其实呢两日咧，我研究咗格拉沙家族，系格拉沙家族点解入主曼联嘅故事。哦 ，OK， 系啊，嗱，嗰样唔讲住，但系而家曼联主要嘅收入系嚟自乜嘢咧？系嚟自乜嘢咧？三样咯。三個門路嘅，一個就係嗰個球場上高，包括波飛啊或者相關嘅收入啦，轉播費啦。呢、這個而家唔係太主要，因為你其實你冇噶，你點你都係要睇噶啦。唔係，總之三部分啦。第二部分咧就係呢個轉播權啦。第三部分咧就係呢個 sponsor 咯。sponsor 其實 sponsor 係最重要嘅。你可以咁講，但係我哋嚟講咧，我點解成日話我哋球會健康咧？就係話我哋三路嘅收入咧，相對嚟講咧個分野唔係太大嘅，起碼喺而家呢一刻都仲係。但係問題你嗱入場嗰度，你唔會影響到好多噶嘛？就算你曼聯嘅成績而家變得點差，啊咁好難講噶，未必㗎。即係等於 Matthew 兄咁樣啊，就算佢跌咗落下半板啊，佢都係買幾廿件波衫㗎啦。应该咁讲，呢类型嘅收入咧，可能相对 sponsor 嚟讲系细啲，但系绝对唔系话细嘅影响嘅，我觉得吓。你讲埋 sponsor 先，但系问题你系唔会影响到啊，等于你电视转播权都唔会影响到嘅。会嗱，呢个又讲俾你听咯，电视转播权咧，除咗你嗰个排名上高有一个分用分成啦，有几多场直播系播你有份踢嘅波咧，都有一个影响嘅。咁其實咧，我可以話俾你聽，舊年同埋今年，即係應該咁前個球季同埋啱啱過咗個球季，播我哋嘅直播已經係少咗噶啦，喺呢方面嘅分成已經係少咗噶啦。啊，呢方面嘅分成你唔好睇少佢喎，係幾百萬一場噶喎。Exactly， 所以你話轉播費冇影響，我答你就係唔係咯。啊，但係最重要就係 sponsor 嘅影響啦。如果你連出年都冇歐聯踢咧 ，sponsor 係 cut 一半㗎。係、呢個我知。全民就出嚟就系咁啦。嗱，所以其实木仔喺你哋个球会系扮演咩角色咧？系 CEO 嘛？系啊。嗱，佢 CEO 都系打份工啫。你可以咁讲，打份工。
咁你又要嗱，你首先谂下佢呢份工，佢系需要向边个人负责咧？我讲系老板啦，唔使讲啦，系老板，即系佢根本唔需要向你哋球迷负责噶。当然啦，可以咁讲，你可以咁讲，系咯。但系老板唔代嗱，调转直接就系、是，但系有部分嘅老板都好清楚球迷对球会嘅影响噶嘛。吓、啊、嗱，首先曼联而家个角色系乜嘢咧？咩叫曼联而家角色？咩意思啊？唔明。曼联而家嘅角色，佢哋究竟系一间足球队？足球哦，你讲呢一样嘢 ，OK。抑或系一间上市公司咧？两样都系咯。其实佢系一间上市公司多啲，即系你睇下佢，你个会费已经铲咗 AFC， 好耐以前冇 AFC 呢个字嘅。足球队只不过系佢其中一个部门嚟嘅啫。咁我调翻转问你啊，你试下曼联抹走咗足球队呢一部分啦。值几多钱？嗯，其实根本生存唔到添。咪就系咯。但系问题佢个角色都只不过系一间上市公司一个最重要嘅部门咯。系啦，冇错。咁但系问题嗱，你上市公司同埋一个足球队，佢有咩唔同咧？上市公司佢嘅第一目的就系赚钱咯。系啊，呢、這个我唔反对。足球队第一个足球队就系要荣誉感啊嘛。嗱，因为你其实赚钱有好多，赚钱有好多门路啊。但系足球，你搞一队足球，一间上市公司最重要嘅一样嘢系咩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就系商誉，即系 goodwill， 英文叫做，中文就应该叫商誉。一个足球队作为一个最重要部门嘅一间上市公司，亦即系话俾大家听，足球队就系佢嗰间所谓嘅上市公司最大嘅商誉，同唔同意先？如果唔系一间曼联系冇地产冇任何嘅叫做 fixed asset 啊，一啲叫做 fixed asset， 我谂唔到中文啊。系啦，我佢其实仲有好多嘢嘅，卖球衣咧，海外推广咧。我啱啱都解释咗俾你听，球衣死忠嚟讲，嗰、那个死忠部分嘅球衣继续卖，但系死忠只系占球衣买卖嗰个一个，我觉得啦吓，顶笼啊占一半。仲有一半是什么？那些周边球迷，或者我们成日说的那班胜利球迷，那班胜利球迷我解释给你听是会转会的。如果成绩不好，没有了足球会你刚才所说的荣誉，即是胜利球迷一失败就转会了。Exactly， 是不是？啱啱啱，这个你同意的嘛，是不是？那班人都买波衫的。他们的心态咯。不是，你明白吗？那班人第一为数不少的那班人。第二，嗰班人都买波衫噶，都睇波噶，但系佢哋可以转咗去利物浦噶，啱唔啱啊？嗱，老实讲，你身同感受嘅，我觉得你做咗咁多年利物浦球迷，吓啱唔啱啊？所以系腾楞嗱，其实咧，我嗱，信卓，我好明白你想讲啲乜嘢噶，讲真，我好明白你想讲乜，但系我亦都想话翻俾你听，其实系可以叫做一句广东话俗语啊，腾楞呱呱楞腾嘅。是很难将他们分割的，因为无论你怎么说，你一个什么上市公司为了赚钱，我知道你听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嘛，我很明白的这件事，但我也实际上告诉你，是如果你能够真的很简单跟他分割的话，很简单，曼联我不说那么多，两年之后都还是没有奖杯的话，你估他卖波衫那个跌会跌多少呢？那个量你估转，你估转播费仲转播你直播嘅波会少几多咧？所以呢啲就系我头先话啦，我想都未话喂阿信卓啊，都未讲到 sponsor。唔系，我想话你同个你想炒下木仔下策嘅原因就系头先你讲嗰啲嘢啦。系咯，所以但系你等我阵啊。系得，可以翻嚟啊。咁所以咪就系话咯，即系系啊。嗱，但系嗱咁样讲，炒木仔系咪下策咧？嗰、那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咧，就係、是、接替木仔嗰個係邊個？唔係炒啊木仔，係處理木仔嘅問題啊。係啦，唔係，我當炒啦，最準啦，就係、是、唔要你啦，即係格拉沙都頂你唔順，唔要啦。最重要嗰個 risk 咧，嗰、那個風險咧，就係、是、邊個接手，就會成為最大嘅風險啦。唔係邊個接手都唔係最重要，而係話你炒咗佢，而係你下一手係邊一，唔係。而是说你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是零的，
如果接手嗰個做得叻嘅話咧，可以係零，甚至乎係一個正面嘅反應添，嘅效果添。真噶，嗱呢一樣嘢咧，佢嗱你要炒佢，你就有好大嘅，你又好非常之棘嘅原因喎。非常咩唔明咩叫非常之棘嘅原因？非常之棘手喎，你炒佢。係，其實我覺得嗱，近日我研究好，因為佢木仔嗱，譬如你等於你買人咯。嗯。其實佢用咩一個咩方針買人啊？冇人知喎、啊。但其實我就估計到喎，因為佢請講，請講，請講，請講。佢用個商業價值嘅方針去買人，例如你普巴，嗱、嗯、佢買人而家近呢幾年嘅特點，啊、哦嗯，你辦法佢都係維持喺23歲啊至26歲之間。係。點解咧？咩话 ？Sorry， 你话近排都系23至26岁之间？ 23至26岁之间。系喎，山崎是马迪喎、哦。山崎是系摩连奴一定要要求佢买噶嘛？哦，即系你意思话，譬如山崎是同马迪咧，就系摩连奴嘅要求，就唔系木仔嘅要求嚟嘅，系嘛？睇佢如果佢买人嘅方针系点咧？嗯，譬如达洛仔啊，嗯，昆特啊呢啲人。基本上我同意你讲法嘅呢一样嘢，同埋木唔系应该咁讲，讲到最尾，你话木仔嘅买人方法系睇佢嘅卢卡古佢嘅即系嗰个商业效益啊嘛，呢、這个我同意嘅，呢、這个我同意的。即系佢其实计嗰条数，佢就系我带嚟嘅商业收益系，同埋佢完成咗一张合约，佢系4至5年啦。啊，我到时我譬如我买翻去，我有冇升值嘅能力？是啊，同意。唔系你呢样嘢咧，呢个谂法我绝对认同嘅，亦都即系虽然我应该咁讲，我同意你嘅讲法噶。但系呢、這个就系咧，我哋呢5、6年嘅经验，而连到啊，连格拉沙家族都开始发觉呢一样嘢啦。就系乜嘢咧？正就系我哋头先所讲，如果你太过纯粹为咗一个商业上嘅价值，而忘记咗运动上或者足球上的价值的话呢，就是不 work 咯。这个是要时间的。你刚刚废了爷子。但问题你那个不 work 是它是将来的事来的。现在就是将来的。这个是在废了爷退了休之后，因为尤其是当时呢，格拉沙初初买曼联的时候呢，还有废了爷在这里，还有 David Gill 那些在这里。所以他们不发觉这件事那么重要的。即是话应该咁讲，费舍仲喺度嘅时候，足球队嗰个荣誉对于嗰个 so call 嘅上市公司啦，或者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哋冇上市嘅，讲真，对于嗰个商业上嘅搵钱，其实上唔上市冇关系噶啦，格拉沙都系搵钱，其实上市同唔上市冇关系，但系格拉沙就系要搵钱，佢哋不能够明白足球同埋搵钱嗰个关系啊，直至到费格逊退咗休之后嘅几年嚟到而家啦。佢哋開始嗱，佢哋初初信錯人啦，信咗木仔啦，就以為木仔話俾佢哋聽，喂唔係啊，我哋都搞得掂。點解咧？嚇、啊，聽唔到？因為費爵爺個阿費 Sir 嗰陣時嚇，榮譽已經擺喺度咯。咪就係咯，喂，到而家呢一刻，我哋都係食。阿費 Sir 退咗休之後，佢哋先慢慢知道原來榮譽唔係必然噶嘛。咪同埋掩蓋咗啊！當時即係英超獎杯，即係英超獎杯唔係一定必然喺曼切斯特噶嘛。咪咯。咪咯，佢可以今天不回家噶嘛，去咗西塞特都得噶嘛。所以咪就係佢哋經過咗5年，佢哋都蘇醒咯，佢哋都覺醒咯。呢、這個格拉沙家族，因為其實榮譽唔係必然噶嘛，但係問題係要你。你既然講起呢度咧，我講多一句啦，因為講得太遠嘅話咧，我哋可以扯得太遠。我講多一句啊，呢、這個亦都係佢哋嘅經驗咧，係害咗佢哋噶。因为他们在北美呢玩这些这样的运动项目呢，赢不到荣誉都可以做到赚到钱的，在北美方面。但是他就不知道原来在英国就不是这样玩，足球不是这样玩，这个就是他们在足球世界不是这样玩。因为他格拉沙是一个他玩运动，但是他玩篮球的。他就很多，他很多的，他和北美几种运动都这样玩，但是北美的运动呢很得意的，是很独特的。啊！彭柏灣呢個欖球隊嚇，唔係啊，係好獨特嘅。你唔贏獎杯都可以運作得好好嘅。商業上，唔係呢個問題有一個解法，就係話佢哋嗰個皇朝嘅
交解拉沙啊嘛，你讲解拉沙系咪？唔系，即系北美嘅运动啊，即系 NBA 啊。系咯，系咯，系咯，唔系系好喺，即系总之北美嗰套喺欧洲唔 work 咧，我哋好简单咁讲好嘛，唔好再高调 detail， 因为我哋有排讲啊，如果再讲。系吓唔 work， 唔系你同唔同意啊？北美嗰套其实喺英国系喺欧洲唔 work 啦，系嘛？根本系两套嘢嚟。系啦，冇错。嗱，佢哋终于，佢哋初都唔知噶，就是、因为有费格逊喺度。但系而家发觉呢五年就执法觉终于知啦，因为你有费谁喺度就系有费谁喺度，曼联就永远都系会同荣誉挂钩噶啦。系咯，你有佢喺度就一定唔会话冇冠军。同埋佢哋最重要系佢哋唔知道冇荣誉嗰个大镬啊，啱唔啱？你要明白，你冇荣誉你就会，正如你话斋，你会流失好多。其实你见到个趋势，球迷同佢，其实你见到个趋势噶。他請摩連奴就是想著救回這一件事，其實他請摩連奴已經是他們覺醒的第一步，他們知道沒有榮譽不行，所以就請摩連奴想著一個 quick fix， 一個很快的修補，以為是，但發覺原來摩連奴都不是 work 的，因為那個修補不是那麼容易的，所以你明白嗎？一步一步來的，初、啊、以為不，即一路費尚年代就我、啊、以為必然啦，學你話齋，跟住經過咗呢個阿莫耶斯同埋呢個阿雲高爾之後，發覺喂榮譽唔係必然，亦都影響到我哋收入喎、啊。啊，掂揾個摩連奴嚟啦，榮譽又翻嚟啦，諗住結果係第一年都有些少榮譽，歐霸杯、聯賽杯、慈善盾啊。欧霸杯就好紧要先啦，欧霸杯就带翻你入去收入嗰度，咁就以为 O K 啦，带翻你入欧联先啦，以为 O K 啦。点知发觉原来止痛剂嗰啲叫即食嘅止痛剂咧，就长久真系唔得噶，咁啊结果到而家呢一刻咯。但系波帅佢从来都系即食嘅，系啦，唔系，所以咧，我觉得我啊定即俾你嘅，系啦，冇错，系啦，即系一个叫做系咪叫吗啡啊？即系嗰啲即时嘅嘢嚟嘅啫，之后仲大镬啊！可能系一只，即系有少系啊，大效药系啦，但系之后可以可能仲大镬嗱。咁所以咧，你見到格拉沙咧，都係一步一步覺醒嘅。其實佢哋終於知道歐洲嘅足球業咧、足球圈咧、足球圈咧係咁玩嘅。但如果老格拉沙都仲喺度咧，就會好好多。但老格拉沙已經係死咗噶啦。係啦，冇錯冇錯，佢個兒子咧。而家係佢家族話事啊嘛。係啦，冇錯。咁所以咧，家族話事。嗱，我而家咁睇嘅。好大問題喎！佢只不過係為咗揾錢啫嘛。係啊，唔係。但佢哋就終於發覺，我要揾錢就要做好多嘢咯。而佢哋嗰套策略係唔啱咯。但係問題你要睇下佢係咩？如果佢係發覺呢樣嘢就好啦。但如果佢個心態係即係話，而家揾得幾多咪揾得幾多。誒嗱，呢個就係啦，掟走佢咯。係啊，冇錯啦。所以咧，就要睇佢，就係睇下佢而家個取態係點樣樣。我暫時嘅觀察咧，格拉沙家族咧，就終於咧已經係真係定性咗木仔呢套嘢唔掂。或者木仔呢個人啊，係唔 work 噶啦，應該。木仔唔係唔 work， 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實事嘅出嚟嘅。係啊，但係唔 work 啊嘛。但係佢揾咗好多贊助商喎。唔係，個 trend 係唔得啊嘛。嗱，如果做生意嘅人咧，通常佢係睇唔係睇而家呢一刻嘅，佢睇個趨勢。啊，你同唔同意我哋而家嘅趨勢向緊下先？無論係成績方面或者揾錢方面。可以话暂时向紧下咯，系啦。做生意嘅人咧就系睇紧个趋势，佢哋唔系太紧张而家呢一刻，因为点解咧？将来佢哋要卖呢间公司咧，都系卖个将来嘅，所有嘅公司买卖都系卖紧公司嗰间公司嘅将来。啊 ，OK， 所以咧，我可以话俾你听，以我嘅观察咧，佢哋都清晰地知道木仔系唔掂啊，搞唔掂。咁正所谓，好似你所讲啦。有几个上策就系木仔交出权力啦，咁啊再试啦，系嘛？即系试下揾翻啲识足球嘅人啦，去喺足球嗰方面咧，荣誉嗰度攞翻，有冇机会攞翻，睇下咪搞得掂啦？呢个就系迟少少先见到嘅。第二个你所讲嘅下策，虽然话木仔系佢哋嘅人，但系我哋嘅人都可以换噶嘛，因为你唔得啊嘛。咁佢哋个个 risk 即系嗰个危险性咧，就系话究竟佢换个咩人翻嚟啦？呢个就系你所讲嘅下策。咁其实仲有咩人同埋佢带嚟？系啦，冇错，即系佢换咗咩人啦，系啦，吓咁啊！其实讲真啦，呢、這个所谓嘅上策下策咧，其实你其实炒佢，我觉得我虽然我好
上次三劍俠話好衝動話，嗰時候衝動話不如炒佢啦。咁樣其實炒咗佢就比較下策啲喎，即係你起碼最少你未來一年都會有影響。嗱，所以我同你講啊，無論你我哋所講頭先所講嘅上策或者下策咧，其實都係話格拉沙家族都係想將嗰個趨勢扭翻上去，扭翻上去有個好處，第一，如果 work 嘅話咧，就有兩樣嘢。佢哋進可攻退可守，佢哋可以繼續啊！如果繼續揾翻多錢嘅，我都打電話嚟啊！你俾我等等我繼續講我嘅嘢啦，好嘛？我想講如果 work 嘅話，就即係話咧。喂，點啊？係你可唔可以瞄咗先啊？阿順卓，係喂，點啊？如果咧 work 嘅話咧，佢哋就可以扭翻上去。咁如果繼續揾錢揾得多嘅，咁佢哋咪繼續揾錢咯。咁但係呢，如果唔同埋仲有一樣嘢，就算佢哋想賣走間公司，我頭先所講啦，賣公司永遠都係睇下佢哋嘅趨勢㗎嘛，個 trend 㗎嘛，個 trend 係好返嘅話，佢都賣得貴啲啦，佢就要搏嘅，佢要搏啦。如果可以話俾你聽，你嘅上策下策呢，對於我嚟講就係話格拉沙都仍然想搏返好間公司呢，就會用你所講嘅上策或者下策。好啦，我仲有另一個諗法，就係話如果佢哋呢個取態就唔搏啦，我都係發覺歐洲呢個足球呢，我唔想玩啦。咁就會有第三條路啦，就係話木仔繼續落去掘得幾多得幾多，揾個叫做好少少嘅狀態之下賣咗佢，揾咗好嘅買家，唔係揾個好嘅狀態之下，我都係嗰句，所有嘅買家呢，你即係大家呢，嗱，我唔知信翠你點睇，我同好多嘅漫迷朋友傾偈都係話，嗰啲咁嘅油王啊，点都会买㗎啦。我可以话俾大家听，而家冇傻仔油王㗎啦。嗰啲油王 so call 肯花大钱买曼联的话呢，佢哋一定要睇到从一个商业方面佢係有一个前景，我头先所讲嘅 trend, 嗰个趋势好嘅，佢哋先会买。佢哋唔会諗住呢买一间呢预备做潜水艇嘅公司嘅，我可以话俾你听，冇噶啦，嗰啲傻仔嘅油王系唔再存在，因为而家嘅油王咧，身边咧都会有一啲类似木仔咁嘅人去帮我哋计清计咗条数噶啦。所以我都仲有一个中策喎，应该好继续讲埋，系咪？所以我就想讲，就系话，所以咧，如果格拉沙已经要放弃曼联嘅话咧，佢哋点都会揾一个啱嘅位，系攞到佢哋最大利益去放，咁而咧。嗰、那個所謂新嘅買家，無論佢油王又好，乜王都好咧，佢哋都係會肯定會注一定嘅資，亦都係有一套諗法先去做嘅。咁變咗咧，我哋作為球迷就係話，究竟呢個人有幾叻啦，有幾有把握力啦，咁樣。好，咁你個中策係點樣？嗱，中策你而家炒唔到佢啊嘛，嚇！而家你唔炒佢啊嘛，係啦。咁不如索性將佢升佢上神台又点咧？我讲咗好耐嘅呢个。嗱，你升佢上神台，嗱，你升佢上佢同作为格拉沙家族嘅代言人，但系佢就唔好做管足球嘅嘢啦。咁同足球总监一样啫嘛，因为我嘅足球总监就系话木仔要放权啊嘛。唔系放，你而家放权系要分咗佢一半啊，但系我将佢嘅权力加大佢，但系佢权力加大，只不过系管呢、這个我哋讲紧同一样嘅嘢，信卓。我唔知你理解，我哋讲紧一模一样嘅嘢，其实无论点都好，嗰权全部俾晒佢先，俾晒佢。你点会俾晒佢啫？足球权你都唔俾佢，唔系即系嗰啲营运啊、帮手嘅嘢。我都话我哋讲紧一模一样嘅嘢咯。但系足球嘅权咧，你而家我甚至仲唔系曼联嘅？唔系，信卓，而家所谓我哋成日讲，我起码我心目中讲。木仔唔放权就系唔肯放足球嘅权啊嘛，其他嘅权佢攞晒嘅，冇人同佢争啊，根本上，所以我哋讲紧一样嘅嘢，信卓。因为问题你足球嘅权同埋我意思系话买球员嘅权啊，呢个咪就系佢唔肯放嘅嘢咯。系啊，即系佢哋。喂，我话俾你听，嗱，我嘅谂法好简单嘅，无论炒佢唔嗱，无论炒佢又好，唔炒佢又好，升佢上神台又好。我总之就好简单，木仔，你每个球季批一个 budget 俾我哋买人，买咩人，点用呢个 budget， 佢冇份话事，就系、是、咁简单。
但个 budget 几大你话事，最好咯，个 budget 几大你话事，系嘛？但系个点使你冇嚟，但系问题呢样嘢佢唔制啊嘛。最重要个问题，佢觉得自己识足球啊嘛，你明唔明啊？信昌，呢个系问题最大。但系我要话俾你听，呢个形势就系话格拉沙都睇到唔掂啦，所以呢样嘢。但系你，但系问题，如果你系嗱木仔，佢买一个人翻嚟，其实佢条数又好少计错。即系例如佢买普巴翻嚟，佢而家嗰条数冇计错，系讲紧搵钱嗰方面啊嘛，唔系成绩嗰方面啊嘛，信昌。但系问题系家族就系为咗搵钱嘛。如果佢所以你格拉沙家族而家唔系我哋头先一开始已经讲咗啦，格拉沙家族都知道。我哋头先一开始已经讲咗呢个立论啦，就系格拉沙家族都知道冇荣誉就搵唔到钱啊嘛，长远 future 讲紧将来啊。但系问题短线佢其实你又好难搵到理由去炒佢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喂，我哋冇话过炒佢啊，佢只系要换一个球翻嚟，我而家都系赚紧钱嘅。你等於而家你買盧卡，你又漏咗一你漏咗一個點啊！我頭先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點咧，就係話嗰啲做生意嘅人咧，佢哋睇前景噶。呢一刻仲賺緊，佢哋唔 care 噶。佢哋要睇前景，將來究竟係咪仲嗰個勢頭係向上定向下？我可以話俾你聽，以我嘅理解，做生意嘅人就一定係最重中之重就係睇呢一樣嘢。嗯，呢個你可以唔同意噶，你可以唔同意嘅。但我要告诉你以我理解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说你老格拉沙和现在的状况有什么问题呢、啊、老格拉沙他一定有这样的远见、但是现在他这班家族的人有没有这样的远见呢我就告诉你我那就很难说了、这个暑假我的见到、格拉沙家族做的事或者有些放一些风出来呢我感觉到他们都感觉到这件事了。当然我可以是错啦你明白吗我都 feel 到了开始看新闻都见到开始有这些事了。因为我最怕佢就系而家呢班掌舵人咧，佢如果佢哋嘅心态只系话谂住立一笔就走咧，咁你就死啦。可以噶，咁我哋就死几年嘅啫。总之佢卖走咗之后，好似我头先所讲，只要接手嗰个系睇到前景，就我哋嗰个危险性咧，或者个 risk 咧，就系睇下。最怕佢系揸你十年八载，然后先至一只脚踢开你。哦、我又可以话俾你听。那個 so call 的十年八載已經過了一半了。真的。因為有一樣東西我想你的就是有一樣東西呢我想你的心態上你不是很 buy 我的想法就是說生意佬是看前景不是看現在這一刻。他們看生意一定是看前景如果你成功的生意佬是一定是。是啦、哦、你說得對你都說得對。如果格拉沙是一個渣的生意佬就死了是不是咁我唔呢樣嘢，我哋係等於好似阿仙奴嗰個生意佬，你就真係唔係，你真係大鑊。同意，我呢樣嘢一路都唔敢講，所以咁你我一路都唔敢講嘅呢一樣嘢。得4000万啊，佢都唔知點搞。不過咁，以格拉沙以往嘅玩法咧，佢就唔似嘅。講真，佢就唔似嘅。以往嚟講，但我都驚緊。你講得好啱，我絕對驚緊。喂，小姐啊！但我最怕佢系一个生意佬，其实佢系一个唔够叻嘅生意佬。系啦，我都知道，我都明白。但系以佢往绩嚟讲咧，应该冇咁渣嘅吓。虽然我好惊我哋变成第二队阿仙奴，即系个老板方面，但系咧喺表面正功咧，我哋而家见到嘅嘢咧，哇，就唔似嘅。听到你啊，真系大镬啦！咩话听唔到？阿仙奴唔系好差啫，我近来唔系，你听我讲，系阿仙奴嗰个老板啊，个态度。我阿仙奴我又有好转嘅迹象，唔系，不过佢个老板衰，仲唔肯攞钱出嚟？唔系个老板嘅态度啊！我讲紧啊，嗱，搞清楚，多谢你俾个机会我澄清，系阿仙奴老板嘅态度。佢个老板就真系个个都真系个个都要闹啦。阿仙奴球迷系闹得最劲嗰个添啦。你得4000万点买人啊？你连文特克就左脚都买，喂，佢而家话咩嘛？搞分歧啊嘛要咩分歧啊？分歧付款啊，即系话可唔可以俾住少少先，落住艇先？唉，我娶老婆我都想分歧付款啫。哇！你讲埋啲咁嘢，大佬真系喂，系有冇呢支歌仔唱得噶？你呢个市场啊，好嘢好嘢！喂，真系正，真系正！喂，阿俊俊啊，喂，不如咁啦，我哋呢一集都差唔多啦，因为都成粒钟啦。又成粒，系啊，好快啊！不过我觉得今集咧，我觉得真系好有趣，成日一真去到最尾，而家呢一刻系个高点，
同埋我哋唔好再讲啦，我哋讲下讲下讲啲嗰啲离题嘢啦，开始。同埋真系正，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有趣啊，即系同你讨论呢一样嘢咧系好正。好多十五分钟得唔得？唔得啊，我有嘢做啊，唔好意思啊，真系唔得。又唔得，唔好意思，你唔系，我哋有机会再约啦，好嘛？喂，恭喜恭喜啊！希望你咁讲。吓，喂，多谢你先，真系唔好意思，因为我真系有啲嘢要做啊，所以不能够再讲住。二十年之后，我哋都继续听紧晚迷早晨。我都系咁望啊！如果个节目可以做咁耐，即系证明，即系我哋啲晚迷系可以，即系一路可以，即系喺度支持住咧。呢个系真系系就真系难能可贵啦！多谢你啊，长长。咁啊，希望其他巴打都趁住呢一个月就多啲上嚟做，系啦，多啲上嚟感受啦。好，好，好，多谢晒你啊，信卓。咁我哋即系迟啲会再约嘅。同埋咧，诶，讲个系买一个关子，就是、我同信卓都谂紧一啲其他嘢嘅吓，不过就未必喺呢个频道度发生，好嘛？咁啊，咪后倾唔倾多阵啊？我真系有嘢做啊，唔好意思啊，真系有嘢做。系啊，所以我哋再约时间，再约时间啦。好，拜拜。喂，哥，多谢晒信卓啊。咁呢集系咁多啦，多谢各位收听收睇。咁啊，迟啲再同大家讲马联嘅，拜拜。